无需要退钱给我，为的你即马就是继续查，查到我讲停为止，知影无？好了好了，阿丽，阿芳，阿你是咧甲什么人讲电话啦？这么严肃，是要查什么呀？啊，无啦，得讲一寡迄心理的代志啦。啊，就最近我有甲一间厂商咧合作啦。啊，我是感觉吼，迄个头家哦，人品怪怪啦。啊，因为要合作，所以我就想讲，甲这个人调查清楚，啊，以后咪当安尼较安心一算啦。那是安尼哦，是讲这个时间，你应该准备去上班呐。啊，啊就无什么代志啊啦，啊就想讲哦，留在厝啦。刚才是嘞，啊，足好个呢。安尼哦，今仔来有你陪我，我都唔免孤单啊。啊，是讲嘛奇怪，过年进前这段时间，大家拢足无闲个啊，常常骂啦，啊，四界去拜访上礼，啊，等到是你。那你出来的时间较长啊，刘佳佳，我想我按摩椅女王呢。哦，对，我在过年之前哦，迄该处理的我拢已经处理个差不多啊，所以哦，我这段时间才会当休困。是讲拄则听你讲话的口气，你是不是伫个生理上拄着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是讲你嘛是受到经济无好的影响，敢有需要我替你找合作的厂商？啊，你若是真正有需要，袂当跟我客气哦。哎嘿嘿，你做你放心啦，我的生意哦拢做了真好，无啥物问题。哎，你唔知即马外口迄流感足济足严重的呢，那是留咧厝哦，较安心啦。佳佳。就是因为你受过善良，我怕你去被欺负，才会超工留在厝的帮你防小三。哎，有人来啊！哎，小新，是你哦，来，给你啦。佳佳，我有做点心要给你吃。阿爸阿弟的哦，我大家做伙吃。啊，好啊，多谢你。啊，坐啦坐啦。来坐下。小新，啊，你今仔日那叫你早都下班啊？哦，我就最近哦，人无爽快，所以我就请假休困啦。啊，这个时间你嘛应该伫咧上班，安内伫咧厝诶。有工课哦，拢无应该差不多啊。啊，唔，即个想讲哦，留咧厝诶陪佳佳啦。啊。今仔日哦，有恁两个上好的姊妹啊陪我，阿妈阁无伫，我真正感觉我足轻松的，我总算吼会当伫咧厝内底做一个啥物代志拢唔免做的贵妇。贵妇，奶奶，我请你吃寿司。好啊。我倒三个。加快麦。你赶紧吃，来，啊，坐下。妈妈，你在做啥？阿芳，雪晴哦，那工课能力就好诶，而且哦，够做好住家诶哦。是唔紧啦，啊，无我相信，所有的查甫人哦，拢逃不过他的手掌心。佳佳，我只是做寿司，就让你学落个安尼，我无你讲的这么有魅力啦。雪清，啊，你人不是无啥爽快，啊，今仔日那个有体力做这寿司，专门买我佳佳吃。对啊，你人无爽快，应该伫厝内底休困才对啊。谈着俊生呐，啊，伊就感冒啦，无爽快，今日早起我就叫伊卖去上班，伊就唔肯。恁两个拢共款啦，拢无珍惜家己的身体。哦，俊生破病无爽快啊，我拢唔知影这件代志。真实的啊，
我可能阿珍讲是因为大兄感冒啊，啊，所以哦，你才会当提早下班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我是讲吼，可能是大兄惊迄传染感冒和血清啊。啊，那有可能？阮董事长哦，伊破病拢无咧请假，伊是一个工作狂，伊哪有可能和阮嘛请假？啊，那你今仔日哪会当提早下班啊？因为我一套早就递假单去人事部啊，所以我们家也顺利请假。大家，那俊生哦，然后是无爽快哦，你就要叫伊留伫咧厝内底休困。不是我伫咧讲，你这个做太太啊，人家是失职啊。雪清，啊，这边哪会当怪佳佳啦？哦，伊偌用心咧苛刻大兄，啊，也毋过大兄哦，就是听袂起啦。我相信哦，佳佳若是坚持。俊生一点留下来又可能。雪清，我来感觉听起来哦，你比佳佳哦，搁较了解阮大兄呢。阿芳，因为雪清是俊生康奎兄最得力的助手，阿姨比我搁较了解俊生嘛是应该啊。我看恁大家哦，拢真尔关心俊生，阿我这个做太太，做拢无够恁讲的一半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打拼，把俊生顾好。哪有中药味？还是在订啥？啊，是阿芳为着我去订的中药啦，伊要给我补身备孕。吼，伊无用几包呢。佳佳，你真是你的福气耶，有这么好的同事啊。你看，今晚有阿芳甲你斗三工，啊，搁有你这么久来伫咧厝排卵针，你一定真紧哦，就会当有好消息啊！真正是安尼哦，足好诶，因为我希望有囡仔，已经期待足久足久啊！啊，我去洗手间一下，您讲。啊，好啊。切水果，我去替你吃。惨啊！佳佳今晚一点发现，我是变做给谁啊？今晚要去病院一转，好啊，你莫着急啦，以后若无我陪你走去啊。好，啊，恁无闲，无我先转去休困。好，雪清，歹势啦，等明天再搁用吼。这里，好，我起来了。